你们都会有报应。刘建国床照事件，李婉瑜跳出来一个打好几十个。他先是称刘建国对感情一向低调，不回答就是不回答，还自曝他和新上任的团队不合内幕。他的幕僚是讨厌你吗？他们可能觉得你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。他有一个叫做好央甲团队、okay. 在云林很有名、就是跟他后央甲的是跟他连线的。那可能里面有一些人我之前有得罪过吧，会觉得说哦那个你是一个女生，然后你又这么多的绯闻，你会给我的老板是负面。那我爸爸是现在台北市云林同乡会理事长、嗯、那我好歹念到一个博士，没错，所以我并不是一个随便或者是所谓传闻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女生。不止呛新上任团队，他还向这些人喊话。很多网友在上面骂我什么说什么怎么这个女生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或者说什么北港香炉，这个非常非常夸张的言论，我觉得这些人可以适可而止啊！你们都会有报应，你们都会有报应，你们都会有报应。